哦，好香啊！荠菜馄饨超好吃。以前在上海打工的时候，千里香的荠菜馄饨是我每次去都要点的，每次能吃20个。哦，我买一盘。这个季节有点冷哒，有点还刚开始发出来。嗯，它好像一年会长很多次哦。是。我替你长，你看这个就冷哒哈。开花了都。嗯。哇，好多了哈。这个西餐火锅也好吃。嗯，挺嫩的。这还把它吃了，大孩子。哇，这一排。好累啊！我觉得奶奶细哦，嗯，细了半天厚了都。好了，我们去超市看。
好多泥巴呀。其实我觉得跟你可以去吧，晓得。用开水烫一下。第一次清水包荠菜馅饺子，哈哈，冻上这点儿。哇，
哇，里面地面菜的香味儿很浓郁，好吃。这是第一次包，嗯，不错，没有让我失望。耳朵已经形成这样。我是吃的汤面哟。掌柜儿，这是掌柜儿啊。我的汤。他们不太会吃饺子，我们这人吃饺子喜欢吃湿的，然后里面要搞浇头，光干呱呱的吃饺子他们觉得不好吃。实际上北方吃饺子都是蘸醋蘸着小料吃，但是我们这边不太会蘸着小料吃。我想连碗儿，是不是平常还是喜欢我们吃饺子带生抽去？对啊，这辣子的。